是那种比较亲肤柔软，然后不会太厚的这种斜纹面料，白色会不会透？一定会回透，所以建议你穿浅色的内着。再来呢，它的这个绑带是在右侧，然后是直接做拉链开口的，有什么好处 ？S 号、M 号、L 号都可以很轻松的驾驭。小资女生你想要紧一点，花苞多一点就拉紧一点，那比较肉肉的粉丝其实就轻靠绑着就好了。还有我身高161公分，我大概折了两折，然后后面要做两个这个，所以。我刚转屁股的时候你会先看到这个，不会看到我的肉。这一次很经典，没有做纽扣，因为做纽扣对于一些 S 号 M 号可能就会钉在那边，口袋都非常的深，非常的好用，并且修身我们的臀型直接切上来，有没有非常非常显瘦。它是160公分，比我小只哦，它裤子没折，没有折，每一个人一样的身高比例绝对不同，一般的花苞裤会这样子包下去，就是这里比较膨大，但是你很明显看到它的裤子是直接顺身的。